你说这年数缘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世间女子见到太子，没有不想要靠近的，唯有这年书缘反应有所不同。难道他还在记恨当年的事啊？当年啊，五年前咱们初见年羹尧之时，你玩人戏耍人家，刚好撞见这年书缘。哦，对对对，是有这么一回事，不过他不可能到现在还记得呀。哎，二哥，你可还记得当年为何生年羹尧的气啊？别卖关子了，直接跟我说吧。这古人云，唯有小人与女子难养也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年书缘会记恨于你的原因。原来如此。二哥三哥，哎，八弟，八弟，二哥，这一年一度的击鞠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听说皇阿玛还会亲自观赛呢。太好了，又到了咱们一展身手的好时候。没错，去年输给了大阿哥，今年不能再输了。嗯，咱们得把身手好的几个阿哥们拉拢进咱们队来。哎，八弟，嗯，去年你跟了大阿哥，今年跟我吧。嗯嗯，哎，我刚才去额娘那儿请安，已经答应大哥了。晚一步这么快？哎，那四弟那边呢？他球技最佳，为人低调中立，咱们若是去寻他，想必准赢。也对，那咱们走。走。四弟，二哥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这次蹴鞠比赛加入我们队吧。实在太不巧了，我刚刚答应了大哥他们。哎，又让大哥领先一步。其实我对竞技比赛平时也不太感兴趣。对了，你们找过年羹尧了没有？他好像在这方面还蛮不错的。是啊，年羹尧跟我关系挺好，不知大哥是否找过他？好像是还没有吧。嗯，那二哥三哥，这次我就跟四哥一起并肩作战了。好啊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在竞技场上好好的玩一玩。那好吧，三弟，我们去找年羹尧了。嗯，四弟八弟，我先走了。嗯，二哥慢走。那四哥若是无事，我也先告辞了。走好。年羹尧。嗯，啊，太子，三阿哥，嗯啊，哎，我有事找你。好，这次击鞠比赛加入我的队吧。击鞠比赛，好啊，这样我们就如虎添翼了啊，是吧？嗯，太子言重了。那个，你妹妹年书媛，她会来吧？我妹妹。这微臣就不太清楚了。哦，如果年书媛能来，我定要好好表现，赢得他的芳心。可以的。哎，太子，嗯，你说什么？啊，我什么都没说啊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我都听到了。没有啊，我是说我们要一起拿下比赛，对吧？一起拿下比赛啊。不是，你说书媛？不是，不是。哎，三弟，你还有事，啊，对吧？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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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，哎，啊，不是，没有没有。可是我啊，我还有事，我们先走了。三弟走。啊，对。哎，太子，你说书媛他？年三弟，他说，我妹妹比赛，戏剧比赛，戏剧比赛，年书媛。哎，三阿哥。
大阿哥叫来。